这个好好的，你搁这么顽皮的啊！我即马来，你来到底会吃袂顶袂当啊？即马医生讲，你的目睭，目睭青盲啊！你后半世人是要安怎？我还是有够要安怎啦？吴先生即马变到安尼，拢是为着要救我。所以不管安怎，我拢一定会负责到底。我还想尽办法，让伊目睭恢复正常啦吼。我看我今日弄一下，把过去写下一挂，伊该宽慰。恁一个在遮假好势，一个在遮拍哪了？我才不相信你是真心的嘞！万金玉，你莫叫是讲你假做有心，要解决这件代志，你就会当躲过罪行。我一定会爱你付出代价。代志就已经发生了，即马上电话是毋是已经找到解决代志的方法？你发脾气，敢会当解决？你这个凶手啦！你是有啥物资格假做无代志，搁秘伫咧遮？即马就要报警，搁警察抓你！你唔免卡啦！我先做袂当卡啦！因为我怀疑今日发生这场车祸，唔是意外，是人为的。讲啥？你的意思是有人要害我？拄则听你发生车祸的经过，我感觉真侪疑点。所以我想志豪去车祸现场，看有啥物证据哦，也随时跟咱联络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阮阿是无说你去让万靖宇甲别人的纠纷牵连着的？应该是啊。靖宇讲伊看到道路施工的牌啊，才愿意去产业道路。对啊。啊，我请伊去产业道路了，我发现路况无介好。而且佫无啥电话，所以我就把车速放慢落来。另外弯一个弯，韩德鲁失去控制，车嘛在咧出落去啊！你袂感觉这一切伤过巧合袂？啊，所以恁到底是去抓到啥物人啦？哎呦，伊想要甲你害死，哪会是我来做替死鬼啦？我嘛无甲啥物人结冤仇啊！拢是卖我朋友啊！先等吴先生醒过来，看有啥物讲法。我替卡也当提个一罐线索，骨架上治好一边，若找到新的线索了后，再来做一个判断。哦，哪会这么衰啦？无台无志去扫着红台尾。人的身体不是天拍的啦，啊！你对站未开始就唔食唔困，安尼真正身体袂堪的。你起来加减食一寡，唔食一切落去啦。来啦，我要哪会食会落啊？我只想着阮阿，伊一世人拢看无啊，我的心就强要碎去啦。母子，母子。讲啥？啥物看袂着？老公，太清醒啊！我伫遮，我伫遮吼。你拄则讲，我目睭真有可能青盲，这敢毋是真实啊？我的，我目睭，我目睭到底是安怎？老公，你较冷静个吼。我目睭到底是安怎？你讲啊，是不是我拢看无啊？你讲啊！医生讲，讲你的眼角膜受损足严重诶，除非眼角膜移植。不可能啊！恁爹陪我跳吧。
您一定是在骗我。哎，老公，玉贤，我一定要看我，我一定看会到的。吴玉贤，你小看冷静的啦，眼角膜受伤有机会当治疗的。你若继续安尼抓狂，我目睭遐尼大个压力，你都无机会当补救啊！你敢偏头看到这种结果？吴玉贤，你今晚呢哦，一定要好好休困，而且要相信医生的专业，阮大家嘛一定会陪伴在你的身躯边啊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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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来提供的真正是有理有瑕的，伊即马就发报应啊！这就是现实报。老公，你个冷静的好过我。你别管我，别管我，我即马已经是一个废人啊！你活自生自灭好啊！吴新贤。我罗家峰妈妈亲密过，你的心情我会当了解啊。我若讲啥，你拢听袂入去。啊，不过我先跟你讲，我已经替你登记啊。若有新的眼角膜来，就会当做移植啊。也够希望的。你是因为我唔只受伤的啦。不管安怎讲，我一定负责到底照顾你。负责？你要安怎负责？敢讲你要照顾我这慧玲一世人是？你放心啦，我用上好的资源来帮助你。唔免啊！什么唔免？那不是万金鱼，你嘛唔免想。我讲免就是唔免啊！我无收你的同情，无看你了无知。你哪会当跟我拜读这话？我是你母。莫安尼叫我，这不是我的名。我自细汉就是一个无老爸爹的囡仔，我是只会家己说啥叫啥，我拢唔知影。若是早知影有今日，我当初就无应该珍惜。我应该大家都伫面床顶，做些无感觉、无希望、无梦想、无咩心态的植物人就好啊。我到底是安怎的心情？到底是安怎？你讲咩啊？你若是给我惊喜，就是为着要折磨我。你我跟我去死，你我去死好啊！你跟我去死，姐，跟你去。我不准给我这些世界，我去死，没搞用，我没死，我去死，我不准给我这些世界。没救我，你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你别激动，我没死，没救我，我去死，我去死，我没。我完了。有什么意义？麦看够啊！我知影这阵啊发生真多代志，你心内不好过的。放心，有老公在啊，你把所有情绪拢倒我，我替你来担。我无代志啊。啊对啊。你请志豪去替咱调查，啊有结果无？是安怎？你有这款表情啊？志豪伫个车祸现场发现你的车有漏油，这就是你的车失去控制的原因。也过，伊代替咱去鉴定中心摕你的报告，你好看麦，是谁提早迄个报告的？可能是。我想起了，
要不过我做这个鉴定，无人知啊。而且伊嘛不是我本人，伊是安怎会当代替我，甲报告领走啊？伊用户口名簿来证明你是个查某囝，所以鉴定中心的人都甲这报告伊啊。所以我见面，不是为着要甲我摊白衫。全都是为着要用上浓度的手段把我处理掉。你不对，金玉，金玉，金玉，你不对啊！你别告诉我你要找你妈嘞。伊不是我妈，伊这么凶，更想要害我的性命，就当证明伊不是我妈。那你更加不可能让你去找伊啊！吴信贤已经为着我变到安尼啊嘞，我一定要去甲伊甲话讲清楚啊！伊都已经变到无人性啦，我哪有可能让你去啦？你放心啦。子怡，嘿，变来滴啊！阿公，阿公，你也一个人来病院，你是不是人都为咧艰苦啊？是卖紧张啦，我只不过来做一个身体检查尔。你平安少吵，那个是冤家哦。啊，无啦，阿公，我只是在讨论代志啦。哦，好好。阿公，我有一件代志要跟你讲。什么呀？伊竟然对你下手，哪里蛮刁的？伊都目睭金金，看来伊在伤害你哦，啊？那一点我都不清楚。阿公，我认为万条阮什么代志都唔知影，由来要跟静玉，其实大家拢看会出来。我相信应该是迄个人暗中出手的。是无路与卡小，讲好家己话要跟静玉啦，伊连身躯边个查某，伊都管袂掉。阿公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做才好啊。可是宫廷凤阿姨，那真正是我的亲生妈妈，那安尼伊今摆出警，一定做危险的。还阁有啦，吴信贤为着要救我，今摆目睭已经看无，所以一定要赶紧倒去找阮爸，甲伊甲话讲好清楚，当场拆破迄个人的金面包。哎，静玉，我看这代志啊，你得小冷静些，唔通哦，将这代志啊愈误愈害，这交阿公来处理就好啊。也唔过，即马根本连 DNA 鉴定报告拢无需要，就当证明迄个人唔是我的亲生妈妈。啊，是安怎？我这样是要安怎冷静啊？阿公，你有该要安怎处理的？我就讲我处理，你听无用。是啊，阿公啊，那是安尼。好啦，怀定哦，这个代志，你两个都卖管。杨哥，我讲你卖管就是卖管。阿公，啊，你是要干啥？恁去无闲的，我来处理这块代志。我讲一解，因两个人的代志，你千万唔通轻举妄动。阿公的态度哪会变咁呢？啊，而且伊从来唔捌对你歹过呢。就是啊，我嘛感觉足奇怪。照道理来讲，伊应该比我搁较激动才对啊。啊，今日阿公安尼坚持都听伊的啊。咱即马甲咱那边啊看，万一闹唔对的所在，咱才出手，好不好？我干哪会当安尼啊？